大家好，又是我香口卡，今天继续玩对马战鬼啊。那我现在这个呢是游戏家来的，由于时间关系啦，我已经用游戏家以致命难度啊再打爆多了一次对马战鬼啦。那另外我都已经解放了整个对马岛啦，已经清空了蒙古兵。那那些支线任都做得七七八八的啦，那就是争即係爭同盟嗰啲之前又未做啦，咁今日就做咗百合子的故事先啦，嬌者必須，好 ，go go go！ 咁啊，大家唔知記唔記得啦？最上次同百合子見面咧，就係叫佢教我做毒藥啦。咁之後我仲問佢有冇其他毒藥啊？咁百合子就話：我要諗下先，仲有乜嘢其他毒藥咧？咁佢睇嚟到而家仲未諗到啊，好似行錯路添。其實不過機都打爆埋，我仲喺度諗緊究竟有啲咩毒藥咧？係究竟係咩咧？是红色的叶子啊，不是那些有花瓣的，是花儿啊。其实不用再想了，我已经怼冧了汉王的了。啊，少主，你想不想吃些什么啊？我不肚饿啊，百合子，我需要些毒药啊。你原本想到的材料。材料都是花嚟噶，你仲记唔记得啊？系咪？喺你家墓园嗰啲花，我记得以前扫墓嗰阵，父亲总系咧逼我去湖边打水翻嚟嘅。佢知道咁样会令你变得更加强健啊，同时会教你如何敬重先祖。你仲记唔记得嗰啲花，少主？系彼岸花。索迪斯达。嬌者必須。咩啊？與百合子同行，有足夠嘅彼岸花嘅話咧，就可以做出令老鼠發狂嘅毒藥啊！等佢哋互相撕咬，啊，好慘啊！我係為咗大義啊！只要你認為有必要嘅話，我知道去邊度揾嘅。你喺度猫哭老鼠啊！百合子话俾啲俾老鼠食咗，佢哋会互相咬对方，但系好惨啊！我离家出走书嚟到呢一度，你老母最中意喺度散步噶啦，我就喺度搵到佢人来，一直都叫佢，但系佢一早已经喺度啦，然后我就迷路啦。你失踪咗整整三日啊！等你老豆揾到你嘅时候，你已经奄奄一息。我从来冇见过佢咁嬲。佢自责冇好好保护你。咩啊？佢打仗都冇咁惊啊！你个老豆咩？即系曾经啊，竞争人。迷路咯，之后佢老豆好惊，我想快啲揾翻佢。百合子有样嘢要同你讲嘅，景井家已经不复存在啦，之后会有其他武家接管景井泽园，系将军嘅决定。你一言难尽啦。我而家唔想听呢啲嘢，而一齐相处比较重要。Sodan 啦，喂，佢又连气噶喎，即系佢头先讲嗰啲嘢，应该系打爆机之后先讲噶啦，系嘛？即系如果我打爆机前，我打爆机前应该冇呢啲对话噶，佢话警井家已经唔再存在啦嘛，睇下先对峙啊，堂堂正正同我打，嚟啊！好哇，顶你个肺！讲真，嘿，驾驶啊你，战鬼驾驶，哈，致命难度真系难过困难好多，讲真，死晒未？系真系普通卒仔都两刀劈死你，边度啊？嚟啊！驾驶啊你！仲有人，
同埋咧，我买咗个战鬼护符咧，用战鬼架式可以咩咯？可以打四，哎呀，可以打四个咯而家。哇！用火刀食屎啊！连续暗杀，吓屎啦！吓到赖屎嘅，哇！有人开射箭，赞边个啊？赞你啊嘛！破你防啦、啊，契弟！好。死晒！咁佢致命难度虽然啲敌人系劲咗，但系变相都易死啲嘅啲敌人系。睇下先，你赶走咗佢哋，系啊，从灵魂上赶走咗佢哋。啊，系啊，而家要安心揾彼岸花，点解要喺度揾啊？啊，你以前喺度种过啊嘛。不是这里啊，太久以前的事了，在另一个墓地啊，在你姑祖母的墓地，你都不远，是你带我来的喎，八合子，有少少老人痴呆，应该叫老退化啊，八合子啊，ユリ、覚えておるか？確か俺が6つ、我五六岁嗰阵啊，喺度做咗个有关森林嘅噩梦。嗰个唔系噩梦嚟嘅，系为咗令少主安心先话噩梦。吓、啊，佢真系发生过。嗰一夜随从翻嚟得慢啲，因为遭到狼人嘅埋伏。他们惊的不是浪人，是一正大人，惊我老豆。他和武士击退了浪人，而一正大人就继续散步追击他们。你听到的叫声是浪人的叫声，即是当年喊的不是自己人，是那些浪人。看看先，你仲记唔记得呢一座湖啊？系以前成日打造噶嘛？你总系中意乱喐嘅，你就会叫我扮岩石咯、啊。但系嗰阵我就想去游水。你跟我嚟啦，少主，我个老骨头要休息一下。睇下先。可能而家要到我乱喐啦！哇，佢系唔惊斩噶，阿八合子好犀利。呢个湖有好多美好嘅回忆啊！如果就系啲乱中意乱喐嘅细佬，你阿妈怀住你嘅时候，成日嚟同我嚟到湖边嘅。そろそろ行かねば。我哋应该要走啦，坐一阵啫喎。都长大成人，你都静唔到落嚟嘅。我哋可以再嚟打坐啊，等到战争结束咗之后。战争结束咗咯，咪住。呢度又唔连气，笑咗。都几乎结束咗噶啦，战争同汉已经打死咗汉王噶啦。我争啲骑咗啊，八合子只马啲。又要去哪啊？他刚才说去墓地嘛，你会不会已经忘记了？墓园就不在远处了，不用提水了，感觉近了很多。佢哋竟然够啦咁重，佢哋竟然打碎石碑，但系冇办法磨灭我哋喺心中嘅回忆嘅。快收集彼岸花啦！我实在不忍睇到呢啲啊！边啲系咩彼岸花？喺边啊？我嗰边。Sweet， 喂。呢啲就系彼岸花。黄黄地，
好，又系执三朵。喂喂喂，好白痴！喂喂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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好。これぎりしかなかった。我就揾到咁多咋，足够制作毒药啦。但系我仲想同你待多一阵。志村家务员喺唔远处，我见到好多瀑布啊。我哋过去啦。诶，又要去边？又要志村嘅墓地？点啊？系咪已经埋咗阿志村落去啊？呢个结果我系杀死咗阿志村噶嘛？呀！一正大人啊，真系开心同你一起骑马远行啊！你话一正？系咩？一定系你骑马嘅风范好似你老豆咁啊！几时又同我老豆一起骑马噶？系啊，警长大人教我骑马嘅。吓、啊，你两个学骑马？前面有豆粒波。可以帮你调身药啊！依然是我老豆教你骑马，真系好可怕啊！亦会令人失去理智，会大打出手，好似禽兽咁。太好啦，佢哋本身都好似禽兽咁。得啦，毒药做好啦，攞去啦。幻觉针以吹箭筒发射，令敌人陷入狂暴不分敌我，发动攻击。啊，就系揾啲豆粒帮你试毒。睇下先，呢、這个我得两碌啫噃，有几多个豆粒波啊？揾边个试毒啊？你想边个试毒？睇下先。喂，边个见到我？之前有千里眼啊！喂，呢、這个，哇，好白痴睇到俾佢。佢上屋顶，喂，上唔到屋顶。冇依得咯，好就揾你嚟试毒啦，哼，嚟啊，发狂啦你，喂边个见到我啊，白痴仔，嚟啊，打佢啊，打佢，有乜睇远啲？两个豆粒帮边个赢呢？斩佢啊！行近啲先做呢个战地记者，哇！俾人围紧啊，边个会赢啊？哦，死咗啦嗰个，试多支先。哦，俾人见到白痴，唔紧要，加一个，嚟啊，打佢啊！诶，哎呀！忽然间我隔篱出现，吓死啦你！哇！即刻有两个吓到赖屎，哼！唔好走啊，豆粒波！你以为走得多走得到咩？喂！癫鬼架式，扑咗街都吓到呢条友傻仔。呢一嚿豆粒帮仲有咁多鱼档，因为诶仲有一扎，嚟啊！不动如山啊！即刻有个吓到赖屎，嚟啊！不动如山。Anybody still alive？嗰度仲有件系懵然不知，出面发生咁大件事，你有同伴喺度互相残杀，都仲未知道发生咩事，呢条友而家仲执紧行李，咁你去死啦！好，死晒未啊？我有咁多豆粒波嘅鱼袋，争嗰件啫系嘛？系啦，争你咋，嚟啊，同我单挑。
天斩！哇，劲喎，避到喎，嘿，呀，压死啦！哼，收刀，以喐动最少嘅最少动作斩死晒你班鸡弟。阿八盒子喺边啊？阿八盒子呢要喺嗰边，哇，好白痴，我竟然扑亲。啊！又食花生啊，八子。我仲以为我哋早就跟随嗰啲盗贼添。佢哋唔系盗贼啊，系斗笠帮龙三嘅人。龙三嗰、那个年轻人行差踏错啊！我都好想知道。呢一切发生之后，我都好担心自尊无缘啊，大人。你可唔可以同我去睇下？当然可以啦。等佢拆咗阿志川个坟佢，你攰啦，八合子？唔会啊，警长大人，呢个系我自我喺咩讲嘅最好嘅下午，最美好嘅一天。我唔记得啦，你嗰啲系同我过嘅，已经好耐以前嘅事啦，你肯定系唔记得啦。佢咪而家有时咧当咗我系佢我老豆啊？呢个就系志川家母园。战火仲未蔓延到嚟呢一度啊！其实我已经解放咗成个对马岛噶啦。点啊？你要行去边啊？你仲记唔记得啊，少主？我哋以前咧系拜祭呢度嘅武志川家武士嘅，然后就会喺度吟诗作句。我记得啦。我哋而家都嚟写一首好唔好啊？我杀阿志川之前都写咗首诗嘅。散诗集序。有咩揀啊？睇下先。山文风不动，胸怀雄浩志，唔知有冇读错？金汤无可破，三句都好似麻麻地啦。呢一个啦，山文风不动。坚石稳坐流水伴。无尽悠悠长流水，人世轻衰笑百年。这个呢，无尽悠悠长流水。逝者如春水，春花秋落，秋叶落，雕栏月明中。我揀这个啦。山文风不动，无尽悠悠长流水，雕栏月明中。好句啊，大人，傲气不久长，千古风流终须丧。唔系五七五嘅咩揸句喎，包子。我仲想留喺度多一阵啊，同你争啊。少主变得更加聪明啊，已获得奖杯心神合一。我就系争呢一个，仲未咩咯，仲未写诗咯。呢个奖杯应该系要写晒所有诗。佢认为力量就系巨大无法震动嘅存在。嗯，他讲得有道理，举棋不定会拖垮军队。激战之中，真正的领袖必须要不动如山，虚变不惊。
嗰、那个就系我啦，警井人。但系太过瀑布，系无法浸撼动巨石，终究被水消磨。我哋需要力量啊！一直都同我哋同在。もう一つだけ。我仲有个请求啊，大人。また後ほど。等你准备好之后，好完成。骄者必须。百合子的纪念品是远程护符嚟嘅，不过都唔用嘅咧，啲银色护符就唔系好有用。点啊？警长大人，喂，咳得咁嘅话，你冇事啊嘛？冇事啊嘛？帮你嚟个炸弹疗法，摁啊！炸亲自己啫。哎，直接啦，直接继续啦。冇事啊嘛你？啊失礼啦！最近受咗啲风寒啊。百合子你病早啊？胡说啊！等我带你去赤道啦，你嗰度治病啦。我哋要去一个好特别嘅地方。边度？你都唔远啊！去完之后，我就保证会去医病。好啦，但如果你感觉情况恶化嘅话，我哋就直接去赤道啊！系当然嘅，大人，你总系咁严厉咧。佢几时开始唔系嗌我少主，嗌我做大人嘅？佢系咪已经认错咗我系佢老豆？我系我老豆，历历在目。你话特别嘅地方喺边度啊？唔讲得嘅咩？你见到就会明嘅啦。どこなんだ？大佬啦！ユリ、急くな！睇你跟唔跟得上？哇哇，跑咁快啊！小心啲啊，百合子。其实。百合子人物唔系应该系 Yuriko 咩？百合就 Yuri 啊嘛，但系阿警长又系就咁讲 Yuri， 佢系冇讲 Ko 噶嘛。点啊？其实你都一把年纪，咁样骑马法都蹬到条腰断噶嘛。你知道呢度附近嘅温泉啊嘛？咩带我嚟浸温泉啊？你想同警长人浸温泉啊？想同啲小鲜肉呢个共度温泉。阿叔哥，可唔可以提靠近啲睇啊？点啊？你都 hold 住警井人个肉体啊，百合子，应该会有战啊！难道美しいこと？系咪好靓啊？哦，系啊，好靓啊！なぜここに？点解我哋要嚟呢一度？お怒りですか？你嬲啊！我連れすべきではなかったのですね。希望我哋冇嚟错啦。下せぬだけだ。我唔明喎、啊。見てはおられぬ。我真系不忍睇到你咁伤痛啊！先系警井夫人，而家少主又。Yuri，Yuri， どうした？なんでも。你只是有啲头晕啫。你上次进食是几时？寻日啦，我谂。你喺度休息下啦，我去搵啲食得噶。我又唔系小朋友。唔该你啦，百合子，喺度休息一阵啦。我就听你嘅啦。你真系好温柔啊。すぐに戻る。好快翻嚟。獣がおればよいが。打猎啊！搵嘢食系即刻就地去打猎，笑咗。你话喺边度搵啲猎物翻嚟啊？哇，好白痴，扣劲多佢呢一下，系野猪。边度系野猪？哦，见到啦，我见到啦。睇下先，我俾啲野猪发现咗，
好，杀咗只。ユリが待っておるな。带俾白子啊，等佢食啲嘢，食啲野猪皮啊吓，喂，剥咗佢块皮啊嘛。喂，食野猪皮啦喂，红烧野猪皮啊，白子。咩咩有条尸喺度，因为发生咩事？佢系俾野猪怼冧咗啊，头先。哎，白子，白子，佢只马唔喺度。睇下先，系咪顺便浸个温泉啊？可以？唔得喎，而家唔俾我浸温泉喎，谂住补一补佢啲啱啱砸亲。我知点解佢摆啲箭喺度啊？因为要猎猪。睇下先，要跟随马嘅足迹，足迹喺边啊？伊豆鬼，佢骑马走咗啊！呢度啊？睇下先，应该系呢一条啦。粉末系药草，粉末系药草。佢去咗个边？诶，只马喺度。佢一定走得唔远嘅。寻找百合子去咗边啊？个阿婆。佢有老人痴呆啊，好明显叫佢喺度等我，走位咗佢。阿整啲人又系嘅，明知佢有啲唔妥啊，一睇佢样就知，就咁由得佢劈佢喺度啊算。呢有砖佛喺前面啊！喂，百合子 ，Yumi， 阿大人 ，Yuri， 百合子，你冇受伤啊嘛？冇啊，我只系荡失路啊。どうしたのだ？你想去边啊？亡き母が。我见到我阿妈向我挥手，但一直都向前走，所以我跟上佢，会带你翻屋企。冇啊，我母亲，我要去拜祭佢啊。それはならぬ。唔得啦。唔该你啊！我一直都咁听你话份上，跟我嚟啦，俾我去拜祭下我老母啦。いいだろう。好啦，無理はするでない。但系你唔好太勉强。多谢你，佢阿妈向佢挥手，但即系佢都差唔多个头近噶咯啊，白盒子。你阿妈喺边？你个去边度拜祭你老母？我阿妈以前成日带我呢个山丘中散步嘅，然后教导我各种植物嘅知识。你一定系睹物思人啊！阿景仔喺度氹佢话：你真系睹物思人啫，你唔系真系见到你阿妈噶。我哋就嚟到啦。你咪喺边啊？咁隐蔽嘅你拜座，我呢度有个坟场喺度。啊唔系，我好似跳仲快嗰只马。墓穴どころ？去做墓园。我嘅族人就喺呢一度。喂，坐喺百合子身旁，吓死佢！吓啊！哦，他的什么？一正大人啊！阿里话，你带住少主嚟揾我嗰一晚。佢喺森林失踪咗太耐，病得好重。嗰阵景姐夫人又去世咗。ただし
一正大人，你有冇听啊？佢已经当咗我系我老豆喎。我听紧。我俾佢服下咗母亲教我嘅解方。我就一整晚坐喺佢嘅床边。你当时握住我只手，你仲记唔记得啊？哦，系噶，我记得嘅。啊，警长又喺度配合佢啊！嗰一晚，我实在替少主担心，亦都替佢难过。但系我又非常高兴，我系咪个坏咗嘅女人？我听到坏唔系。佢康复之后，你教我骑马。我哋一齐骑去温泉嗰一日，我即系原来景姐人个老豆同佢一齐浸过温泉，嗰日落又红又圆啊！即系佢老豆同百合子系有啲恋情喺度嘅，系咩啊？系我人生最美好嘅一日啊！即系警长，即系警长人个阿妈死咗之后，佢就同百合子有恋情咯。阿警长人老豆点解要睇啲咩啊？告诉百合子所见之物。我见到一路看到苍穹，我记得嗰场战争对所有民族而言都系一场悲剧，但好彩有人活咗落嚟啦。金田城。我真希望你唔使成日过去，点解咁讲？大人日理万机，好感激我哋可以共度一齐嘅时光，但系我仲未满足啊！嗰度系折嘅佛寺，可以见到佛塔。每年新年我都会去嗰度为你参拜嘅，仲有为少主同我嘅屋企人祈福，等我帮你全家祈福咧。咁你又见到啲咩呢？百合子，我已经魂归天国咯。但系条毛巾系呢一个过场动画最大嘅败笔啦，佢条颈巾，个合牌都揈下揈下。安息啦，百合子。我哋需要嘅力量一直都与我们同同在。强梁霸道中华面，未若风前扬轻尘。哦，我只马过嚟氹我。By the way，而家游戏街呢只马我都系改翻去做阿影，我都系最中意阿影呢个名。历历在目。又是百合子的纪念品。什么射手豆粒，多了等豆粒，急急啦。这个好噁心啊，都是跟豆粒杯豆粒差不多。好。依家百合子撞咗喺边啊？百合子撞咗喺边？我谂住去向佢个坟鞠个躬啊！呢度就咁撞喺度，鞠个躬。佢冇嘢飘出嚟喎，百合子。其他阿孝系会有啲嘢飘出嚟噶嘛？仲有阿影，都仲有只马都会。好啦，我落去陪你啦，白子。呼，嗯啊！好啦，咁今日就玩到嚟一度先啦。今日就完成咗百合子呢个百合子的故事啦。咁原来百合子咧系同阿景井人老豆系曾经有呢个恋情噶，不过好彩都系喺阿景井人个老母乖个老陈之后先有呢个恋情。如果唔系咧，
跟住就变咗小三啊，白盒子。咁啊，之后先继续玩埋其他盟友嘅支线任务，喂，支线任务啦。咁好啦，今日就玩到呢度先。中意嘅就俾个 like 同埋 subscribe 我嘅 channel 啦，我又跌死咗。中意就俾个 like 同埋 subscribe 我嘅 channel 啦。我系香口卡，我哋下次再见啊，拜拜。